いきなり電話しちゃってごめんね。今大丈夫？完了，我这名字。完了，出事了。这是给这是给爷爷的应援棒，谢谢祥子。演唱会上要做什么？你要教我，我太像爷爷了。修改主人公的姓名啊，我们换个名字。姓很重要，因为他很多时候叫我姓。我得思考一个好名字。这玩这种游戏，名字就决定了你的游戏体验。随便改个名字吧。你好，我是牛。怎么会这样？いきなり電話しちゃってごめんね。今大丈夫？完了，我这名字。完了，出事了。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完了，他不叫我同学。完了，完了，他不叫我同学，怎么办？我以为他会，因为所有人都是叫我什么什么同学嘛，我以为他会叫我爷爷同学，听起来也正常。哦，箱子。嗯，爷爷，哎，你能不能叫我同学啊？完了，爷爷，谢谢你啊！今天有什么活动？握手会是偶像吗？嗯，差不多啊。只有看了才能体会快乐，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看起来真的很像爷爷。这是给爷爷的应援棒，谢谢祥子。演唱会上要做什么？你要教我，我太像爷爷了。もしもし、私、翔子だよ。今は大丈夫、部活ないから暇なの。家に遊びに行ってい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乖孙女，来爷爷家里玩吧。爷爷给你吃牛轧糖。どう寝るの？まだ一日目だよ。哎呀，爷爷不像你们年轻人这么有精神啦。祥子还没结束呢。待っててくれたの？是呀，我现在在校园外面等接孙女放学回家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我的对话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孩子。我是爷爷。爷爷大人，哎，我就想听你叫我爷爷大人。不在意新粉和老粉，老粉就是说我这种老粉，老爷爷粉，只要好好享受就好。哦，我是爷爷推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